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吃油泼面，然后这又是一位神作诞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是的，然后这个油泼面我待会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里头都放了什么，好吧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喝的就是桃子味的，因为你们说不让我喝可乐，那行，我喝别的，喝点健康的。这个蜜桃醋我是打算放进去一点儿，然后再放点这个，等会儿我超市看到有什么桃子味的东西我就买了。我觉得应该会蛮好喝的，桃子味的有什么不好喝呀？那么先喝一口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开始吃。感觉只有茶味，没有下面那个味道啊。来搅拌一下。茶一样，我得感受到这肯定超好吃。哇。哇靠，我是真的牛逼。我无法相信我的味蕾，怎么会那么好吃？我去，我是真的厨师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一直说我不会做饭什么的，哇，那都是自我欺骗，那真的都是谦虚而已，低调而已。其实我真的是厨神。Oh my god， 我觉得我可以去米其林试试。哇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完了完了，天才诞生了。哇，厨神，你何必下凡呢？但是里头还是有一些油泼面的元素的，肉末、豆芽、香菜、姜、蒜，然后最后浇上油，德文叫 paprika， 英文应该也叫 paprika， 什么样子的？你看看东西都老是掉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上面天上的神都想吃了，味道，闻到这个味道。精髓还是在于这个酱汁，你们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吗？那请刷弹幕。其实啊，这个豆芽啊，还有这个肉末呀，还有这个半个酱汁啊，是我大姑给我做的。不是半个酱汁，半酱汁是我做的，但是就是把这个肉末和豆芽炒出香味儿，是我大姑做的。
我好想吃啊，但是曹操，我特别想给曹操吃一下，算了，我就给他留一片吧。这个酱汁其实跟部队锅上个视频的酱汁是一样的，没有火鸡面，因为我家没火鸡面了，你们去看上个视频就行。对自己有一点点无语，瞬间买这个面，他给我送了一个酱汁，叫猪肉酱，肉夹馍的猪肉酱，放了这个，那个味道蛮好的。然后这个炒肉末的时候也放了生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然后都混在了一起。好了，留那么多给尝尝尝尝。这都是大工作，不是，是我你放在一起的。没有，你尝，这超级好吃。对啊，我是给你尝。用的。哎。哪天你上课，我给你收拾。超好吃吧？我都录视频了，大姑。超级好吃吧？就比部队锅还好吃，对吗？我感觉它有糖尿病。什么糖尿病？就是有一点点甜。有一点点甜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吃白糖。我以前巧克力蘸着白糖，然后再放白巧克力，这样一起吃没这个甜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它怎么变那么甜，我比纯糖还甜。这糖不是结了一大块吗？倒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这么一大块。呀，好吃！你看吧，是不是比部队锅好吃？是吗？好吃，吃完两口我想吐了。滚吧你！你尝尝这个肉末，求求你了。反正我做的比你好吃，好吃吧？我做的比你好吃，能吃。你做的不能吃，你还记得你做的那个狗屎蛋糕吗？然后被我救了一下。那是当时我9岁，牛子。对啊、随便买3个蔬菜或者3个什么肉啊，放在一起，放500克糖，就变成你这个味道了。还有猪肉酱什么的，猪肉酱你自己做的。你别装了，我们来做比赛吧。你就肯定更好吃。你看吧，我的肯定更好吃了。哦，他说了，我的肯定更好吃了。那我也放500克，你就觉得更好吃、啊？不是给我们两个尝，给我爸和大姑。他们俩都喜欢甜食啊。算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、喜欢和鼓励，我们下期。你看他吃的多开心，你看他这个胖子吃的多开心，这死胖子。好吧，谢谢大家。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我喝这个，我把这个全喝了，我会得糖尿病的。我喝完这个，待会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不可能。我跟你们说，明明是陶德自己想喝，他真的享受，他真的觉得好吃才会喝，但是他就不想承认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傲娇，所以他老是得找借口来损我，找借口来吃这个。明明他自己很喜欢吃，我也喜欢吃甜的，是真的。你看吧，他喜欢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支持、喜欢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